陈怡，各位另外两位师，各位助理、副助理，各位领导、副领导，各位组长、各位团主，各位在座的田同心代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已经到了午时了。午时就是十一点到一点啊。安尼看到各位会当安尼一当一边来参与着咱义工的会客啊，咱今仔日一班的六百位众啊，来自北部、花莲、台中以及南部、屏东、高雄、台南哦，会使讲哦，台湾省哦，咱都请拢来同住一堂啊，来参与着这个非常殊胜。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义工会个班，会个对咱一个收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。伫过去佛陀的时代，嘛是有这种的忏悔的这个法门。一个人要修行学道，如果那无忏悔，那无悔改，那无反省，那无心忏，要成就圣人菩萨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有一当啊，人讲秋去冬来，秋天过去。冬天就来，不知不觉的当中，又过到了年终的这个时阵。在当时，佛陀请到这个众弟子，伫个正下来徛着一支铁条，铁啊做的条啊，简单讲叫做铁条。这个众弟子呢？看到这个佛陀，佛陀吼，伊感觉讲非常的无明白，佛陀的用意到底是为着什么？但是大家嘛是照办啦吼。第一当的年终，佛陀叫着阿难尊者，请伊先去洗一下身躯咧，然后呢？换一领新的袈裟，阿难尊者身躯洗了后，穿着新衫来到佛堂的一个面头前。佛堂，这个佛陀啦吼，伊就安怎向着阿难尊者，甲伊讲：阿难啊，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阿难尊者问佛陀讲。世尊啊，你爱我为你做什么重要的代志呢？这个时阵，佛陀微微一笑，伊着迄支已经裁好势的铁条，对阿难尊者讲：“你等下吼，迄个将迄支铁条吼，来讲好，讲好出声就对，把它敲一下。”但是吼，你要用力，用足大的力，来讲，来敲就对啦吼。咱讲伊叫做敲啦吼，那是敲钟的敲。那这个阿难尊者吼，伊答应了后，就马上行到迄支的铁条的边啊，捡着土块一粒足尖的石头，足大力，就甲捡落去。在迄个瞬间，人讲在迄个时间，到迄个时阵了，对吼，一支铁条发出了非常响亮的这个声音，迄个声音会使讲传遍着夏威国，甚至含地角内底恶鬼，还是畜生道的这个畜生，拢已经听见。更加奇怪的就是讲，
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后，所有的痛苦、烦恼拢消失。阿兰尊者，伊本身嘛是受到迄个声音、迄、那个响亮的声音震撼，心怀震动。哇，这个声音吼，当时嘛从伫经房内底所有的和尚、BQ， 拢安怎，拢甲叫醒出来。拢甲召唤，拢叫出来，因拢全部集合在教堂内底。这个时阵，佛陀对着伊啊所有的这个众弟子来开始讲，众位弟子，过不偌久，又是新的一年咯，大家拢来啊过去。拢曾经伫一冬的内底，拢学习了佛法。现在恁应该爱自身的反省，我嘛同款需要反省。恁现在呢，就两个人一组，拢向着对方来检讨家己的过失，并且对着家己所犯的过失啊，做出了忏悔，使家己的身心。会当得到清净，不降十劫。这个时阵啊，所有弟子拢遵从着佛陀的吩咐，两个人一组，拢安尼吼啊，承认家己的过失，哦，检讨家己忏悔了后呢，拢重新去当个家己的座位。这个时阵，佛陀啦吼。慢慢地对伊个座位上，伊个座位起来，站起来呢，啊，就向这众弟子，都开始一句，讲拄只，恁大家拢检讨家己，并且为着家己个过失做了忏悔。我拄只有讲过，我同款嘛需要反省悔改。其实我嘛做了足济个错事。足济个过失，我嘛爱做出了反省，检讨自己。所以呢，讲煞不得呢，马上着做了忏悔。所以伫即一天内底，有足济个 BQ 感受了即个佛意，哦，消除了一切杂念，足济东西，伊也是学习着不得这种的悔改的这个方法，大家拢时时自我的这个忏悔，所有的弟子拢会当成就这个佛果。那么由这个故事内底，咱就会当了解，哦，这个啊悔改忏悔的这个重要。首先，伫真言学校呢，用着智公老师的一句话，啊，咱做一个互相的探讨。智公老师慈悲，人讲一口井乌得愈深，吐出来的水愈是清澈。观性的愈深，愈是真诚的忏悔，这条心就愈纯净。这句话内底。用着一口井来做一个比喻，一口井如果若乌了愈深，迄、那个水会愈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乌愈深？迄、那个井的水质会愈深。那愈浅会愈落，愈深会愈深。你深浅，落雨的水、水沟啊水、垃圾水。伊无经过着迄个地震，哦，一震一震的过滤，所以会愈落越深。但是呢，乌愈深，伊会当深入深震，会当安怎经过着过滤，哦，安尼会当得到这个水的这个清净。所以咱今日反省，如果咱来当反省个愈深入。愈是会当
非常的真诚的忏悔话，那安尼，咱这颗心呢，就非常的纯净，因为咱的自性本来就是纯净无染。所以咱修行目的，就是要恢复着咱的本来光明的真面目。你这个外国吼，有一个大热天，足热人的天气。那么有一个人啊，伊家己开车，经过着加拿大的一个堵城的高速公路。那么迄、那个高速公路呢，是安尼，滴滴，吼、哦，迄外国吼，迄高速公路拢滴滴的，袂咧弯来弯去的。所以呢，当伊咧开车。开家喏，开家吼，用要渡孤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吼，迄、那个目睭皮吼，用要捏落来。所以呢，迄、那个时阵啊，这个司机吼，开车的司机，伊就安怎，伊就停在高速公路边，啊，安尼落车，看到一片的这个青青草原，哦，一片土地呢，野大。啊，但是吼，拢发臭啊，发青臭啊，那伊迄个时阵啊，落雨了后，暖下落，对土脚挽一撇草啊，挽起来，挽起来了后呢，双手将这个草啊，甲捶捶咧，挲挲捶捶咧，捶捶了后呢，佫用伊的鼻。闻闻看，用伊个鼻鼻看嘛，鼻真久啦。迄个时阵啊，哇，有一种个激动，马上去探听讲一块块个主人是啥物啦。哇，去找到主人了后，伊甲迄个主人讲安怎呢？讲吼，我将我出10万块个美金，哦。甲你从这块地买着，哦，这个人吼、哦，听讲有人要买这块鸟不生蛋的地方吼、哦，也欢喜，哦，这块地都无啥物用途，有人要爱，哦，佮用10万块的美金甲我买，马上，哦，无第二句话答应，换，这块地，哦，换租了。那么这个主人，伊嫌烂，伊会用这个价值的钱来换这块无路用的这个土地呢？因为伊闻到迄个草啊，啊、哦，迄、那个草啊湿湿的了后，伊感觉讲这个土地会当种啥？种牧草，是足贵的地，会当适合种牧草。所以，这个人啊，买到地了后啊，伊就安怎开始做牧场、当牧场，啊、哦，开始饲牛啦、饲羊啊，啊、哦，做了3冬，趁钱，比伊10万块的美金，伊买的地趁的不了。3冬后，又有一个人开车开了过。开到足忝个，看到呢，遐有一间牧场，伊就安怎车停落，就安尼看看想想，哇，牧场个边仔拢种啥？拢种牧草、牧草、饲牛、饲羊个草啊，牧草。迄时阵，哦，伊就安尼掏一张牧草甲掏起来，掏起来了后，迄、那个牧草呢，迄、那个根都夹土。哦，迄根有土就对，所以呢，伊就安怎将迄个土啊提起来手里，哦，安尼七头万年啊，把玩一阵子，哦，即嘛吼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人呢，嘛是一种的冲动，赶紧去找牧场的主人，哦，找主人，伊讲哦。我要买你这块土地，啊！伫开价，
美金一百万。这个主人听到了后呢，嘛是惊死掉，哦，安尼有人要甲买土地，所以伊就安怎，马上就答应。这个人为什么要买这块土地？因为伊有研究，这块土地的土是适合做啥？做陶土，啊、哦，做陶瓷的土地，做肥啊。迄、那个地，迄、那个土会当做肥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啊，买到这个土地了后，就安怎经营肥啊厂，做肥啊厂，用这块地的土来做肥啊，做陶土到陶瓷。哇，安尼了后呢，这个人哦，赚足侪钱。经过三冬了后，又搁一个人经过了这个高速公路。看到遐一间遐个陶瓷厂做肥啊厂，哦，奇怪，他开车开来到遐拢会听，开来到遐拢会听古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个人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去落车，落车吼、哦，安尼，伊这个陶瓷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肥啊厂安尼行来行去啦，吼、哦，散散心嘛，哦，会当恢复精神啦。但是安尼行来行去的时阵呢，哇！这个人的鼻腔足灵敏，我看比狗啊较灵敏。哦，哎吼，咱高雄机场这只狗吼也厉害啊！你若有炸水果有毒品吼，伊就甲你鼻啊，哦，迄唔够灵。但是这个人更加厉害，嘿安尼，惊惊咧，一鼻到一个味道，哦，马上哦，去伊的迄台车的后骨。提了一支烟笔，低头，哦，赶紧的找一个所在，哦，偷偷啊乌涂了去，无经过主人的同意，安尼乌涂，直直乌，哦，乌到黄昏，日头要暗，迄个时阵啊，哇，伊有一种的冲动，赶紧去找主人，哦，找到主人了后，伊甲主人讲。我要用一亿的美金将你这块地买起来。哦，这个主人吼、哦，听到到底吼、哦，有没昏？那是我啊，欢喜到要昏，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我这块土地有遐尼难变大吗？哦，所以呢，马上无第二句话，我答应。哇，买到这块地人呢，你敢知影？这块地，到尾来是变一块非常有价值的油田啊！油田，油田就是咱咧农油的哦，做油的，伊土块会当抽出一油起来，油田啊！哇，可以赚哦，不六百倍的钱嘞！哦，不是迄个人诶头脑有问题，是安怎？伊有深入，有深入，伊个研究，伊个了解，所以你个看，讲一撮草啊，一撮草啊，开始，哦，迄块地伊个开始的价值，又到后壁变成一区的油田，一区的油田，伊种个改变。就是安怎，经过着咱人一层一层深入，真正深入去个研究，你个体会，你个了解。咱今日去参加会各班，对着咱台湾外年来做高处，如果若无安尼一层一层深入再深入，对着自己内在深入一个反省的话。咱唔知影讲水在哪里，有足侪道亲啊，哦，要来参拜，大家抱着啥非常真诚的心来参拜。但是呢，有诶对着这个会客班，伊迄个重要意义无了解，伊就发牢骚，伊就开始伫厝内开始咧抱怨。
对着这八只开始细细念。哦，那有做？那起了规矩嘞，讲规矩，我无做啦。哦，心不甘自负啊。哦，因知影吼，咱人会做偌济。有当时来想讲，我也无去害人啊，我嘛无去害人，我嘛对社会也无啥物犯罪，为什么我得去忏悔？因为咱拢是安怎，伫迄个皮毛啊咧忏悔，哦，无深入深层内在自信，哦，真真正正，人讲咧，恶清了。爱恶情，所以咱呐啊，精神这个心退出来，咱会当安怎？得到有顺境的，而且嘞啊，咱嘞不善的情形。所以嘞，善分甲咱慈悲，伊讲忏悔是心灵成长的根源。来给他念，要心灵成长，他的根源在哪里？忏悔，你要成长，绝对爱忏悔，因为这上面代志，人生不是完全的乱，完全讲会当尽力的意思，嘛不是讲时时刻刻每一遍拢会当成功的，每一遍拢会当顺利的，但是拄到。足济个呐，会考验挫折，拄着种种个障碍，有代志啊，咱要成长，哦，产生一种个啥，一个瓶颈。但是呢，咱必须安怎，爱经过着检讨、忏悔，咱才会当了解讲现状，迄、那个原因在何处。哦，所以呢。忏悔，会当予咱得到一种成就。咱来看，这个忏悔忏，有几位啊？无甲算唔知啊。那看到迄日子吼，无车无行啦，也歹写。无学定咧写字吼，你感觉这字吼足歹写。那咧写书法吼，这字偌歹写咧。哦，迄个忏。咱有研究，你去会有甲研究无？拢徛心啊！你去参哦，内底两个人，内底倒一个是非的非啦，哦，倒正手边哦，只一刀啦，哦，你甲看嘛，你有含义呢？哦，人人拢有安怎内在的非，非叫做恶，哦，咱内底拢有足济个。对嘞，罪恶，但是安怎，咱爱拿一支刀啊，用一支飞剑来安怎来斩断，恢复咱这个虔心啊，这个虔心就是弯刀的心，哦，这个佛，这个虔心就是咱的自性的心，叫做佛性。你去回嘞，你个虔心边啊嘞，你去啥？每天的每啊，每一天的每。就是讲咧，每一工，咱都爱怎，爱悔去，爱忏悔。所以忏悔是成长的结果，反省是大彻大悟起点。人要大彻大悟，不停爱怎反省，由反省开始。人若要讲想见效。哦，未去审查自己，未去检点家己的过失，那安尼，那讲要开悟困难。咱人啊，拢活在那迄落迷茫的当中。咱哦，今仔日来上班，有诶坐火车吼，拢四五点就起来，就准备出发，昨暗搁暗困，哦。来到咱的圣堂上班，相信哦，
有的人身体会怎会疲倦，啊，会想要睡，啊，这是正常，生理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会失了心灵，心灵是永远爱活在一切的当中，心灵袂使困，肉体爱休息，但是咱的心呢？永远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。过去一个庙师，有一个主持，一个师傅，伊有两个徒弟，做伙伫遐咧修行。那有一遍，啊、哦，这个师傅吼，足早就起床咯，啊、哦，啊，有一遍啊，这个大徒弟、大徒弟哈，就来甲师傅千安万贺，套账啊。那么迄个时阵看到师傅呢，遐伫遐，软面壁，人的面身躯向墙壁。这个大徒弟呢，看到这个师傅伫遐咧听，当然，伊就爱开口了。师父，弟子向你千安万贺，啊，就亲像讲咱一礼貌，啊，点凡师早安同款。但是呢，大徒弟一个出声，这个师父啊，含音都无音啦，同款跟面向着壁安尼。这个时阵，这个大徒弟嘛无讲恩错。马上去内底，行到一个面面盆啊，哦，哦，内底滴水，捧一条面巾，哦，摕来师傅的面头前，师傅，哦，啊，地主吼、哦、已经将这个面巾准好势，请师傅切面。这时阵啊，师傅吼、哦。欸，我过来的时阵，啊、哦，我切一粒面。等了无偌久，第二个徒弟伊过来，甲师傅请安问好。第二徒弟，我看到伊个师傅同款面个向壁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甲师傅讲，师傅，第二个徒弟来甲你请安问好，啊、哦，迄个师傅嘛是无讲一声话。迄个时阵，第二个徒弟呢，嘛是点香，伊内底下着茶叶泡茶的功夫，来把师傅的头前泡一杯茶，给师傅，讲师傅啊，请你用茶。迄个时阵啊，师傅甲我头过来，啊，然后呢，将迄杯茶甲啉落去。饮落了后，这个师傅才开嘴，用着两个徒弟讲，恁两个人呢，含下礼佛的境界已经差不多了。哇！这个师傅讲一句话，什么意思？大徒弟用着面巾，和伊的师傅切面，要给伊啥？好舒服，伊安怎？伊精神好起来，哦，精神好。第二个徒弟呢，捧茶给师傅啉。讲起来讲，这个用意是啥？就是咧洗心，哦，精神越好，嘛是咧由心驱动，哦，所以，但爱安怎？还有一种的态度，什么态度？就是讲今仔日咱来忏悔，不定安怎？第一，爱提出了一种的啥？一种的精神出来。忏悔不定爱有精神，就是讲一般如果若失去了精神，就叫做啥？叫做形式。形式
形式化，啊，就讲哦，前辈才在咧联络啊，一冬又搁要到啊，照着过去的习惯啊，逐冬拢着爱忏悔，哦，甲当作讲忏悔是平常时的一般，无要无紧，哦，袂去要紧，不会在乎。所以，这种就是失去了伊真正的一般的精神，那是乐于行事，乐于行事变成失去了伊。今仔日咱来忏悔，如果若失去了伊的身份、诚恳、身份都重要，身份就是用真心啊、来忏悔。如果若失去了这个精神的话，那安尼叫做两字，叫做隔阂，来记这个隔阂的话，哦，什么叫做隔阂呢？人甲人的中间的隔阂是代表啥？代表着咱个情意不能相通，情的意袂当相通啊。咱人拢安怎？拢讲理，你就是讲理。不讲情啊，人讲情理法，情理法，有的人哦，当得拢重法啊，重理，但是呢，无情。有情的众生，你看，大家拢是有情的众生。你头啊，你若无用迄个情做头前，你若讲足济的好的道理啦。有好无？听袂进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隔阂，哦，咱若如果无真诚恳，变成讲咱凡迄个无形的大殿的沟通，迄、那个忏悔的精神要提出来，咱过去欠人的无形的大殿，伊敢会接受？你不真诚的对不起，你无真心讲当回事嘞，哦，我以后吼袂阁安尼啊啦，我要重新改过，哦，你的真心提出来，人家会原谅人，啊嘛无呢，人甲人，人甲无形的代表，人甲合身份中间的沟通等于，所以。咱今日来参会，敢爱进行？爱进行，哦。所以啊，咱人甲人的中间，唯有真诚，你不用讲什么欢喜，哦。那过去圣人讲的讲，你看到一个囡仔要搬入去古井内底。那时阵当下，你会做啥物动作？你若真正真心的流露、自信的流露，你会马上安怎？马上无分别心，你甲解决，想办法去救这个囡仔。但是你若无真正真心的流露、自信的流露，迄种自卑的流露，你会开始考虑，黑暗是关键。黑暗是阮亲情，啊、哦！你安怎？科如在科如，你安尼顿的，哦，该不该救？以色列，啊、哦，这个国家，在过去有一个所在啊，哎，因迄砖头，哦，拢有迄个啥仓库。一仓库内底拢会放足侪五谷的仓，那伊发现讲，哦，这个仓库爱个安怎，能讲过年吼，爱稍微清一下，所以，因准备要将内底仓库安怎稍微要清洁一下，整理一下。但是咧整理仓库的时阵啊，发现啥，内底有老鼠洞，鸟鼠啊，哦。老鼠，老鼠啊，藏着着，你内底拢米老鼠，哦，老鼠啊，内底吼，哇，米足济老鼠，哦，
拢平常时吼，拢伫迄个仓库内底呢，哦，人讲伫遐咧享受遐物件着。哇，大家发现着，内底有鸟鼠，想办法要怎将遐鸟鼠甲安怎甲赶走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办法，用稻草甲烧倒，然后吼，把迄个鸟鼠坑安尼甲熏。哦，吞，可以窒息，哦，可以安尼吼，未爽快，我撞出来了，嘿，所以哦，真正甲吞了，吞了你敢知影？哇，我若十只迄个鸟鼠，我走出来，哦，为着要逃命，大家撞啦，撞来撞去啦。但是呢，等半夜的时阵啊，发现两只鸟鼠，伫遐慢慢啊缩，伫遐去堆来堆去，踅来踅去。哦，发现讲，太安尼，哦，迄只去夹伊个尾，安尼两个人安夹，有个人夹袂着，拄啊转来转去安尼着啦。伊拢袂去看着讲边啊足济人咧甲看，也袂紧张。所以啊，大家就议论纷纷，哦，安尼，所以这两只鸟鼠吼，到尾啊逃离现场，即马工课就做了，大家去餐厅食饭。你参加吃饭的时阵，他开始在讨论啦，哦，讨论这鸟鼠的代志，啊，一个人呢，哇，过去就是军队咧做大官，哦，开始在讨论讲，这两只鸟鼠，人家拄啊在咧观察足久的时阵啊，发现，一只鸟鼠也是青面，一只鸟鼠青面，哦，啊，一只吼。安怎带领引导，把引导逃离现场？青无青眉，目睭金金，迄只鸟鼠啦，咧帮助咧救迄只青眉鸟鼠。迄几个人开始咧讨论，迄个做大官的人开始讲，伊会甲帮助，互相的帮助，因为一个关系，什么关系？子仆关系，就是讲哦，皇帝甲大臣的关系，安尼就对，哦，董事长甲员工的关系。那么第二个，伊就讲安啦，这可能哦，白囝的关系。第三个就讲啊，可能迄是红阿婆的关系。无他会遐帮忙，吼、哦，哦，大家拢讲作一关系，但是一日边啊，一个墙啊边，一个少年呢，听了吼、哦，到尾也讲一句话，人甲人的中间，鸟鼠甲鸟鼠的中间，互相的帮助，真诚的付出，咁就爱讲关系嘛，咁就关系。但是各位，咱尽量求得了后。你看卖，咱在咱的道场内底，大家本来拢无关系，拢是亲情。在这各位，咱今日六百几场，哦，大多数拢是有亲情关系。为什么咱会当安怎？为着这个上天大开普渡，这个三者普渡一代寿因缘，大家会当安怎？以福德扶持，大家了愿牺牲奉献。大家讲起来讲，比咱家己的亲情较亲啊，多亲，哦，这无血缘关系，但是咱会当安怎互相的帮忙体恤，互相的挽救，互相的鼓励，所以知心有重要无？非常的这重要，尤其呢，咱今日哦，要大切大度。绝对要超过真心的关心，悔过就是要点燃心中的光明。我们心灯要光明，要超过悔过。无悔过，你永远活在黑暗的当中。所以咱啊，建立慈悲，各位点燃是慈悲，设立这个悔过班。就是要让我们一日一日
迈向光明。因为咱的心灵如果若黑暗，咱人呐有危险，路行袂远，哦，行入歧途，咱也唔知影，哦，所以时时悔改。阮是地君啊，讲一句，人有罪神知影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任务特别小甲大只的，哦，你好好有目标，因为这是重点。人有罪神知影，佛祖拢知影。你唔通讲你有罪，人拢唔知。唔通讲哦，天不低啊，神不高，哦，报数灵统查得清啊，啊、哦，较早哦，有一个单位，别个单位，一个道亲五十几岁，伫阿个清泡以前，是一个会食薰、会啉酒。一部分人的一个道歉，但是经过千口入关，啊、哦，经过一单了，咱知影新店迄个所在。那亲像这个天气，佮较寒的天气，佮加上有风嘞，佮加上落雨嘞，迄冷了到地暖，迄会干嘞。哦，迄穿衫哦，咱只穿甲袂烧呢。所以这个道亲啊，伊过去因为伊的习惯是啥，伊是沾了啉酒、食薰、部分。迄部分人吼、哦，迄若食落因怎？部分人啊，会怎？哦，可能要八宝贝。看吼，刚才咧做兵的时阵，学校的辅导长、辅导长啊，哦，伊拢吼会去买迄个老顶的、老顶的迄、那个哦，无包香啊，迄种的迄个冰啊，拢咧补啦，补你啦。啊，何况吼，就是辅导长下面的迄个证件书啊，哦。嘿，若讲吼，迄个兵啊，若寄飞吼，拢爱经过我的手头，拢爱甲挑开，拢爱去检查去看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较含迄个辅导长，啊、哦，奉献的是啥，哦，很亲近，一边啊，迄个辅导长吼，摕一包迄个槟榔，讲看我要食一粒，我较唔捌食，哦。迄个时阵呢，足自然，唔捌食。反正迄吼，也毋是鱼，也毋是巴哩，哦，啊，动作讲唔爱迄个球枝啊，迄个种子嘛，哦，啊，内底佫包迄个咱也毋捌的迄个啦，哦，啊，即摆甲踢落，你敢知影？抱一个，规个面拢红起来，哦，用咩火力？那是咩狗物件啦？哇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能小看，啊、哦，相信大部分的道亲，伫阿弥清康以前，大家拢有啉酒无？有啉过酒无？大部分可能拢有，啊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道亲啊，清康了一冬，拄着这么寒的天气，伊安怎？伊叫太太。去杀一粒卵，哦，然后呢，叫太太去买一罐迄落海头啊，你讲哪海头啊？海头叫啥？米酒啦，哟，唔当咧头安尼海咧，海头米酒，一罐米酒，哦，我叫太太讲来，你甲我煮一粒卵，哦，米酒甲我倒落，哦，啊煮煮的汤互我来食，哦，反正卵吼。咱食素的人讲会食食，安尼叫因太太安尼用米酒安尼煮一下，伊就安尼食，一天一日，
第二天就变两粒，第三天就变三粒，然后海头啊呢，头啊就开始一罐，第二遍就灌灌，第三遍变两罐三罐啊。哇，有一天吼，人讲荷叶将出门了，家己吼去买一个玻璃屋，玻璃屋啊哩，透明的玻璃做的玻璃屋啊，去买迄个四不拉包油啊，不拉包，然后呢，去买一箱的海头啊，买回来。现在吼，那个玻璃瓮啊，就不好，去洗洗嘞，洗好清气嘞。现在放在外口一头烫嘞，晒到干嘞，晒干了后，现在怎呢？将那个瓮啊，提入到内底，准备保养，准备这个海头啊，一箱的海头啊，准备要怎？要倒落这个玻璃瓮啊内底，你保养还袂透。米酒头啊还未开呢，迄个时阵无大无智，迄个酒瓮啊乱乱，一开，我破气。迄个时阵呢，这个道亲啊，我讲你，惊一个玻璃瓮啊这么高，那会我破气，那会安尼？迄个时阵啊，因太太、因囝拢伫头前，因太太甲因囝讲。你甲看嘞，恁迄个老爸嘞，最近在那头壳那个歹嘞，唔通你想啥？亲口的人，还搁你变怪、变叮当、变西安的对啦吼。因迄个囝吼，就甲因爸讲，讲爸，这上天咧甲你讲哦，佛祖咧甲你寄伊哦，讲你安怎看破啦？你已经安怎？破功咯，你开车咯，安尼呢？啊，真正，因老爸怎讲？各位，这个故事，咱每一个清楚的道亲，其实伫边啊、后边、无形的当中，咱有护法神咧甲你护持，你甲你保护。嘛是你甲你监察，你甲你监视呢？未有结香，先有调。各位，这佛法会当监视，真正。咱的行为，其实先佛菩萨，无法事，拢咧干咧喏。你后边咧干咧保庇，还是咧干咧监视？我这边啊，是越南啊，越南开封，哇，特别咧点灯的时阵，足正常的佛堂咧点灯，迄、那个点灯开始伫迄个宝座顶的时阵，开始咧点佛灯的时阵啊，当前即是真阳观，真随身佛一句全开始念，念都压袂住。一支点笔的头我转去，一支铁啊呢？点笔是铁啊做的，迄个头转去，我再落去红街道顶继续搁滴滴倒，惨！这其中必有缘故，同款搁换一支新的，继续搁点的，无哈？刀反刷，回来台湾，隔无几天，咱迄个负责越南的道路的郭组长，去予公安的抓去。咱的迄个越南专门咧处理越南的道路的迄粒头哦，迄个土土哦，去予公安的抓去。抓去了后安怎？天上。天数，袂当搁去，乌名单，乌名单，你甲看卖，咱敢想会到，上天，
甲咱建议，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个警觉性，那蛮在上天咧讲啥？啊，都点一灯去，哦，有当时来动作是正常的，但是吼，咱若讲，咱的各位点来输啦吼，讲要点啊，讲点一灯去，我看有哪，唔知有无，我真认。我迄个时阵哦，我心哦，我哦，硬一条，吃一个啦。那也呢，咱这叫新手的哦，咱个菜鸟呢，当咱领兵领无偌久呢，拄着这个情形哦，真正心中真的有一个问号。所以哦，这边可能开始的就是讲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咱有足侪罪，你唔知影，哦，有当时啊，你做，你唔敢讲过，你认为你唔对，但是你无讲过，但是心明知影，心腹拢知影，你将你的罪暗藏、掩过，然后过不淡改，过失唔能惊改。但是有当只偏偏去白目，哦，这足侪罪过错，惊红灾，唔敢讲出来，唔敢忏悔，哦，你藏伫心肝头，你粒石头藏伫心肝头，你不透露，你更宽是啥？你自己自身的负债，哦，承载迄个物件，你袂快活，你袂自在，你袂舒服，真正呢？你的心藏心思，藏在那个你的心肝头，哦，所以我们爱哪唱出来，唱，就是将贵心追过去，他唱不出来，他恶出来，然后呢，悔其过，重新不要再做。所以，我来了解哦。所以不错啊，可能够忏悔是别当罪消罪业的利器。那你作者当的罪，你的消灭不得爱靠忏悔哦，你的消罪业嘛是爱靠这个忏悔。所以忏悔哈，讲起来是种的利器，足大的器具啊。那爱借着这个足大的器具。善用，哦，予咱的这个本来清净的自性，会当安怎去除尘埃，去除尘埃。刚才有一个医生，做医生，哦，过身去，过身去了后。煞去哦，阎罗王抓去，去阎罗王遐报道，看去到第十八层的地狱，伊到第十八、十八层的地狱，伊就向着这个阎罗王来抗议啦，哦，讲我太好，你抓来吃，我是做医生的。阎罗王来讲，你敢知你犯什么罪？医生讲，我知影，我吼，人医死啦，哦，医死，但是医生甲阎罗王讲，我唔是刁工的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啊、哦。你不是刁工，你敢能讲来讲你害死一个人，你敢讲我不是刁工？哦，过失就是过失，哦，无论讲大过失、小过失，什么原因，你就是爱忏悔，哦，所以呢，医生哦唔甘愿，你要站卡动地，哦，十八
层的地界，哦，足无情愿，伊无无唔爱讲阎罗王判决，哦，啊，脚大一层，哦，你敢知你站的时阵啊，下面出声咯，奇怪，迄、那个医生讲奇怪，十八层已经上尾一层，然后下面还阁有人在出声，哦，这个时阵啊。伊咧站的时阵啊，怨叹的时阵，下面的声出声咯，讲你唔通阁站啊，哎、欸，垃圾已经拢落伫我身躯咯。伊个医生讲你是啥物人？哦，你敢知下骹站的人讲，我是江苏人，啊，讲你太来到第九站，啊，讲我是江苏，恁医生。那医死人，伊就断人的性命。阮做江苏的，讲道理讲了无好势，断人毁命。所以啊，我被阎罗王关来到第十九层的地界。你甲看，即卖吼，地界佫加一层，哦，拢在关啥物啦？所以呢，咱爱正正经经，哦，正正经经，真正爱哪，唔当唔当死后甲你忏悔，死后忏悔敢有甲作，有好无？忏悔，爱在离世之时，安尼才有迄个挖可着力点。哦，即会当安怎？心蒙诸佛菩萨，甲咱怎？甲咱加持，要七点三，我还没闭起来。哇，我就变一个国王，向着一个阿罗汉讲，讲哦，我不相信佛法，因为，他会讲一个人犯罪的人。安尼，甲佛祖忏悔了后，安尼就无代志，就受着佛祖的保庇吗？你感觉讲吼不合理。这个时阵啊，那个阿罗汉就向这个国王甲伊分析讲道理哦。一粒石头，如果你若甲弹落伫海里，还是甲弹伫迄个大的窟窿里？迄粒石头弹落去了后，迄粒石头先啦，啊，通一下，沉落来就浮起来。沉落。如果，迄粒石头，哪会当用一只船啊？然后迄粒石头甲放到船啊顶，弹落伫船啊顶，请问迄粒石头会沉落未？袂沉落。所以，人若经过忏悔，不做菩萨，就亲像迄只船同款，把咱担咧，把咱依靠，哦，互你继续行功立德，互你会当怎，会当消罪业，好好啊做人，嘛是会当成就啊。所以，过去有一个思想。这个书生，讲起来拢读册，但是足无聊，读甲足无聊，哦，但是有一个兴趣，什么兴趣？他喜欢看到那个无形的鬼魂啊！伊讲想光看会当我看到鬼魂未？会当含鬼魂交谈讲话，所以这边，哇，讲起来有那真有胆，哦，能够海头啊关咧。我记得王阿伯乱葬岗，哦，迄个王阿伯乌白葬的迄个所在，你草啊拢刮乌白发，哦，暗时无人去，无人敢到的所在，伊那手吼换去遐，还是你含遐鬼交配啊，含鬼交配，哪关系？所以呢，伊就大声的话。这兄弟，
到这个所在，我有准备哦，足好啉的酒啊，要来呐，和恁共饮，哦，和恁做伙啉啦。恁若有兴趣的，赶紧出来出来，哦，我才有酒啊，哦，我通安尼安尼，请恁啉酒。喂，无偌久的时间啦，哇，伫迄个草丛里面，迄、那个草啊内底吼。鬼的鬼啊，鬼魂拢走出来，有诶慢慢啊逼出来，哦，反正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事先有快哦，然后将迄个酒安怎停落，断断，遐也袂冷静，人讲诶鬼魂也要出，哦，有影，所以用断，哦，且因安尼啉酒啤酒味，哦。对嘛吼，一个这个鬼魂啊，了后呢，大概差不多吼，拢享受着迄个酒味了后，有诶慢慢啊断，我化为无形。但是有一个鬼魂啊，我头就甲伊讲，讲吼，感谢你啦，哦，啊吼，咱遮吼，大家吼咧受你安尼。邀请，但是这个师兄，甲伊问一个问题，讲恁太无去操心呢，还搁伫遮呢？迄个鬼魂甲伊讲，那迄个善良的鬼魂哦，拢已经操心啊。啊，那迄个吼凶恶的，哦，迄魂后歹后好的，哦，迄那迄个迄个吼歹性地迄个凶恶的鬼魂，还搁伫遮。哦，迄、那个因果也未了，哦，所以我也要留伫厝。甲伊讲，首先甲伊讲，安尼会当忏悔啊，忏悔会当得到超生啊。迄、那个鬼魂啊，迄、那个首先讲，无遐简单呐、啊。哦，阮哦在世唔知影你忏悔，真要忏悔哦，无我可无着力点啊。所以阮无法度忏悔，无迄个机会忏悔。迄、那个鬼魂啊，明早以前，有了一句话，甲这个书信讲安怎呢？讲某某人非常感谢你请我，但是我要走以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送你，一句话叫做忏悔，爱你。离世之时，好安尼，一句话吼非常重要，真正为道亲，平常时足少参与班，足少伫道场帮班提醒吼，有当遐一单，再来圣堂上班，入忏悔班，一单。再来圣堂入青春观，一当乐乐堂365间，哦，拢无咧参悟，无咧参悟，有当时安怎，咱失去了足济了缘的因，消业了缘真重要，哦，消业了缘为什么重要？个冤也无了，业也无消，一世人未开悟，修道的路嘛歹行啦。平常时就是安怎，伫迄修观的当中，就是安怎爱时时忏悔，保持忏悔的迄个心态。咱忏悔讲起来。是会当予咱解脱生死，会当予咱离苦得乐的一个良药。所以咱修道目的，就是啥呢？就是要来解脱生死。啊，无咱要来听道理，要修行，要创啥话？就是要得到解脱。所以伫越南有足济因个佛教的信徒，佛教的国家，因知影拜佛、念经。
因的目的，伊拢知影。拢讲啊，恁哦啊，来目的是啥？因讲要得到解脱。阿弥陀得到解脱，当然第一我定爱得到，第二我定爱修道、办道、学道。那么修道、办道当中，尤其忏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哦，足重要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呢，咱要离果得到，不定爱他忏悔。那么忏悔嘛是众生通往佛果菩提的桥梁。咱今仔日要成就佛果，要成就佛菩萨，必须爱行过，行过这个课程，忏悔的课程。所以唔是讲一当一遍来坐一日，甲真正的忏悔。是一日当中，每一日，亲像咱早时，前人甲咱慈悲过度的忏悔，但日就是爱忏悔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小发过失，你若无随时改进，有阵在藏两个月、四个月、八个月一当，有当时啊，咱做唔对的代志，咱完全拢袂记哩。所以年轻未久。一直咧啊堆积，即个罪过错，到尾啊，有当时啊，人讲吼，要洗好清气足困难，就亲像讲咱困倒，逐日拢伫厨房咧煮三顿，你若讲煮饭煮菜，煮了后，你拢无甲洗，无甲整理，你灶头甲放三个月拢无洗。半冬拢无洗，到尾啊，讲过年到，到要来洗，哇！你敢知影？一顶油是偌高的对啦吼，迄油吼，卡一层啊呢，哦，要带遐卤呢，卤足久呢，哦，但是你若一日煮了，一顿煮了，你马上甲切切的足简单啊，哦。切切的安尼水起来，保持保持哈，保持迄个日日新，日日新，逐日都咧新，哦，安尼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吼、哦、就是爱学习安尼，哦，日日新，过日新，啊个又日新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啊，忏悔，啊、哦，其实咱派过分，啊，把咱慈悲。甲咱讲呢，动念本微甲有罪，咱个起心动念，伫本微之间呐、啊，拢算是罪。我唔通讲拢无罪，起心动念就是罪咯，唔是做出来才有罪哦。哦，所以爱心念爱作注意，哦，举手投足是何必？举手投足啊，就是讲咱个。言行举止，一行一动，啊，拢爱足注意迄个细微的所在，足细微。咱有阵时啊，啊，一个面相，一个言行，一句话，有阵时啊，吼，嘿，有阵时啊，磕到啦，会伤害别人，啊。所以咱爱特别小心，行住坐卧思合规，行行行动，住啊坐，坐就是讲坐的时阵，啊倒的时阵拢爱合规矩，啊虽然讲来讲，哦还遐拘束啊，其实啊，迄就是要甲咱调整。真是要自我调整啊！咱就当一个呢，安尼细讲，认真咧听道理啊。在迄当中呢，咱就会当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如果咱若无透过着佛规，即个迄个啊规则，安尼来练的话，有当时啊，那像就一丛树啊，你无雕，
要不然这阵时安尼五七五廿看起来吼，无迄个价值。所以咱咧修行，就是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拢爱下规矩，点滴种种真心佛，点点滴滴种种，爱注意的物件，拢就是安怎啊用真心来回向。这是咱南海过佛啊，对着这个悔过，日常的悔过，爱特别去修心注意。咱王师尊曾经甲咱慈悲一句话，真诶，拢是咱日常生活当中拢爱去注意的这个重点。伊讲多时，你了解自己了吗？咱有了解家己无？对家己爱真真正正了解，咱是啥物种的个性？你有肯定你家己无？你对你有信心无？你人生有目标无？这种就是啥？了解自己。有当时啊，咱无了解自己，咱就茫茫渺渺，随着命运，安尼甲咱创治，咱无法度去改变。所以了解自己，就是讲咱不定要有一种的角色。你在熊山生活当中，你时时去调整，要去调整自己，知影家己安怎唔对，知影家己这个个性袂善，脾气毛病，这种就是爱自我，去了解。较早吼，有一个少年啊，那因为爸爸妈妈早就过身去，佮加上着过去是大人做生意失败，负债累累，造成了家破人亡。剩一个少年的后生，我无爸无母，嘛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呢，变成讲是一个流浪汉。你行路，你共奔，你共讨的乞食。伊拢伫迄个街路吼，啊，住伫遐，穿甲破破烂烂，规个头毛放个散散散，身躯拢无洗，所以呢，伫路边呢，就变成讲亲像乞食共款。有一天呢，我有一个小姐，这个小姐呢，就是啥，伊就是咧卖花，卖花，伊拄啊大样。但是吼，伊甲剩一蕊花，所以啊，一蕊花，烂，伊知影讲要一个乞食，所以伊就经过迄个乞食的头前，将一蕊花送互这个乞食。那么这个乞食，看到这个小姐摕一蕊花给伊，感觉非常的欢喜，因为伊将来唔捌拄过讲有人会送花给伊，所以啊，伊呢怀着快乐欢喜的心情来到伊住的所在。那么伊住的所在，会使讲真简陋，会使讲讲起来讲都无钱呢，变话有一个好的所在。但是迄绿花一扎长一点哦，咱知影。花爱插伫什么所在？插伫牛屎哦，插伫花干呐，花干哦，好花插伫牛屎，所以呢，伊嘛知影插伫花干。即马吼，插伫花干了后，开始咧欣赏这朵花。欣赏的时阵，伊发现讲，这个花干内底有够垃圾。外口都足歹割烂了，伊感觉讲这朵花插伫这个这么垃圾的花间，好像不理想，所以安怎马上提水将这个花间给擦干呢，金细细足清气，然后佮将这朵玫瑰花佮佮插，插落吼开始在这个欣赏，
饮酒梦里啊的时阵啊，哇，都发现，发现什么呢？发现我哇，这个花间插一朵花，这里那完美。但是，那困在一个桌仔顶，这个桌仔顶，会使讲规趟天拢无去啦，规个桌仔顶拢是尘埃垃圾拖沙粉啊。伊时阵啊，伊讲安尼，一盆花困在一这个这么垃圾的桌仔顶，好像不带退撤，所以伊就赶紧，佮将破布，哦，安尼水呢，温水热热的。将迄个桌仔顶甲擦甲足清气啊！哦，然后呢，哇，继续，佮欣赏着一朵花。伊咧欣赏的时阵，伊发现啥？伊发现讲，伊的内底四周围，会使讲放甲足侪回收的东西，规年烫滴物件堆了有够杂，密密麻麻，哦，塑胶落嘛啦，纸皮啦。哦，有寡吼、哦、啊，垃圾啦一大堆，所以迄个时阵啊，伊才感受讲，哇，安尼一朵花遮尔水，啊，放伫即个遮尔清气的桌仔顶，啊，规内底是安尼做垃圾，哦，无理想，所以呢，伊安怎马上将伊厝内整理甲足清洁的着。然后，哦，一声喝倒，哦，安尼用心来欣赏，无简单，这个一朵花。那么呢，你欣赏的时阵啊，伫伊个墙壁、伊个墙啊壁内底有一面镜，煞无意当中，伊摔到迄个镜内底，影射到伊个面貌，看到伊真正的自己，伊看到我惊到。那亲像鬼同款，是安怎？头毛拢无剃，散散散拢无洗，身躯是安尼垃圾个，哦，拢无洗身躯，无钱通啊买湿布粉，啊无湿布，哪行拢无，哦，很邋遢。所以啊，伊看讲安尼袂使，所以呢，赶紧去洗一下身躯嘞，头毛剃好底，做一个总整理啊。哦，即摆出来了好啊！哦，照镜照看卖，哇，无想到讲伊安尼遮尔啊英俊漂亮，哦，然后呢，来欣赏着这朵花。那么迄个时阵啊，伊个感受着讲，原来我会遮尔啊好看，原来我真正的我修改了后，哦。整个改变之后，我会当不是亲像过去就去吃，遐尼那无尊严。所以呢，他下定一个决心，伊下定决心，免啦，无要做去吃，伊要去找头路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伊真正去找头路，一个找着尔，第一项的头路找着。是安怎？虽然这个工课足辛苦，但是呢，伊已经经过了过去种种的辛苦，已经人苦拢吃过。哦，无论讲工课偌艰苦，伊拢有法度忍受。所以，伊就认真做工课，认真打拼，认真学习。经过无几冬，这个过去的乞丐流浪汉。所以变成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了，哇！这种的大改变，所以啊，这个乞丐，伊人非常的感恩。伊就想着过去几年前，那个小姐送伊一朵玫瑰花，所以伊呢为着要感恩，来找着那个小姐。那小姐讲，讲吼非常感谢你一朵玫瑰花。使我人生做一个足大的改变。我今日已经是一个企业家，是一个董事长。我准备要将一盘财产来送给你。哦，你甲看嘛，哦。所以呢，咱不定爱怎，真真正正了解你家己。咱家己是啥？
咱是佛，咱拢是菩萨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皆可成就菩萨。啊，所以咱虽然即世、今世，虽然讲吼做了无好，六道轮回来轮回到即个日道，但是咱有遮尼好的因缘，即世会当得到，会当来修道、办道。哦，咱爱好好珍惜，因为唯有透过修道办道，会当予咱做一个改变，伊就凡夫会当达到圣人菩萨，达到佛的一种的境界。所以咱唔通小看家己，哦，咱爱掌握家己的心无？心有掌握无？咱的心爱掌握。哦，如果你的心抓袂着，我都控制，那安尼有当时啊，那么一天内底，你就是常常闹情绪，那个情绪我都去控制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做起来时候忧郁症，为什么？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，我都控制心是做不一样的代志，啊，咱想看卖咧。每一天有家己反省无？目睭一个闭开，咱就是爱感恩，爱感恩。透早爬起来，第一爱感恩，感恩咱家己，还阁会喘气，哦，还阁会喘气呢。迄有诶吼，一个睏咧爬袂起来呢。人生无常呢，哦，所以别个人来感恩，感恩上天，感恩诸佛菩萨，感恩着咱的前辈者，感恩着咱的家庭每一个分子，感恩着咱的师大人，感恩家己。你来感恩，你这一天充满欢喜微笑，快乐的心情过一天。当咱要困的时阵，闭眼之前，别困以前，咱爱哪爱反省，爱忏悔。所以，不是哈，一当将来咱的性情的忏悔，你每一天就要有忏悔的习惯。想一想，对早时开始到现在，我一天内底做代志，面对人事物，咱来做一个真正。哦，深入的一种的啊，忏悔反省。六万多年来作业，除了行功了愿以外，也得要积极的反省忏悔，咱的业才会当一天一天来消。所以要消业，就是安怎反省忏悔，啊、哦，加上着行功立德、功德的回向，啊、哦。所以，咱佛菩萨尊一句话，希望讲大家铭记在心。在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内底，甲咱讲，咱的众罪如生路，累积能消除。咱作这作这罪，就亲像生，亲像五漏罪同款，亲像生死同款。但是呢，累积智慧。亲像一头，迄、那个节，迄、那个光，会当消除着咱过去所带来遐罪过程。所以咱一定爱怎至心，至心就是非常的虔诚的心、恰诚的心来忏悔咱的六尘根，因为咱今仔日的轮回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六尘六根的关系。即声攀比错，眼里必须心意，这就是造成咱今仔日轮回做人受业受苦主要的这个原因重点。所以咱今仔日透过着忏悔，会当予咱增加智慧，会当将咱的罪，亲像生路同款，拄着日头马上安怎，马上。扬起，
消失去，啊，这是忏悔的一个重要。那么当然，这个老师对着这个忏悔啊重要的那个症结，甲咱做一个提示。伊讲，咱来妄心自相，家己问家己，家己想家己，咱对天、对人、对家己，是不是有愧？有愧于天，有愧于人，有愧于己。好好啊，来忏悔，唔通等到啥？等到天公咧拍雷，鬼神咧发威，你才知影咧忏悔。咱人拢一直安怎？一切袂当成就，关键一字，就是等。咱拢一直咧等，等啥物时阵我甲你创啊？哦，等我吃老咧，等我囡仔请了咧，等我事业若无用了咧，哦，等我啥物若完成咧，一直咧等，哦，一直咧等。咱咧讲个讲，哦，讲少年唔生囝，啊一直咧等啊，等啊六十岁才要生，咁生有呢？敢有法度？所以爱爸，哦，爸，唔通讲你讲你讲咧拍雷，哦，人讲咧要受报应啊，冤亲债主要来讨啊。身体你落坑啊，未健康咯。迄个时阵，干要来修道，干要来反省自己。有当时啊，想万去，哦，所以惊就是惊讲事前无准备。咱今仔日思想忏悔，就袂当予咱临时抱佛脚。予咱未雨绸缪，予咱事先有一个准备，哦，所以上惊就是讲，咱拢无准备，没有准备，人咧断气的时阵啊，咱来咧懊悔，所以措手不及，空后，哦，空后悔，到尾啊呢，剩后悔两字。后悔无无药啊，通啊救，所以应该爱早点早一点抓住症结，把那个环扣解开，哦，原因找出来，才能够解掉那个环扣。环扣就是帘啊嘛，迄帘啊吼，一个一个安尼，哦，安尼交叉安尼扣住，哦，你拍开迄个锁链，那我点安怎？爱早一日。找出原因，将咱内心这垃圾平安清清楚楚、真正个了解，来一一洗刷、去除、哦、洗刷。所以忏悔要义，忏悔呢是清净心田、金红沾莲的救赎。咱这个忏悔。就是要有一个救赎的一个功效，哦，你救赎啥？救咱的灵性。忏悔就是要救灵性。咱以救待人啊，把咱慈悲。你讲真心忏悔，真心忏，感谢上天大慈悲，真修佛祖有智慧。令作心明免轮回，真修实念无造罪，真功实现累积慧，真心诚意无虚伪，真人当家有作福。一九大人甲恁讲，用真心来忏悔，用真正真的哦，真正的忏悔，不是虚假。所以咱今日爱感谢上天慈悲。无咱有迄个资格，会当一班
来参加年终会的。基本的资格是啥？一旦来坐伫遮一班，各位的资格是什么？啊？清透哇！大家做地位哦。你若无清透，你无这个机会讲来遮哦啊，来参加会的。所以呢，真修的佛祖有机会，咱在座各位拢是一个真修、真正的修的一个佛祖哦。那大家拢有迄个机会，会当安怎令足心明，改头换面，龙子回头金不换哦。咱会当改变，就变以后就再次的轮回。真修实练，透过真修实练，咱唔通过来继续做罪。有当时啊，人讲这个罪无了，佮继续咧做罪，一点又佮一点，那安尼罪当时要了。所以爱真功实现，用真功实现来培咱的内德，培咱的德性。这个点足重要啊！人讲德不配位啊，这个点你若有，你的位坐着，你的福报较低的着。你若点无够，互你偌济福报，互你偌济物质，互你偌济好的物件，你都得袂着。所以为了吼，有家财万贯。但是呢，倒伫病床啊，伫遐咧看天崩啊，哦，用袂着啊，所以得无够，所以咱安怎呢？哦，人讲祸得在物，咱中国人一句成语，定定咧听着，定定咧看，尤其大陆人哦，足爱写诗词啦，哦。哎呀，一边去大量吼，我拄着遐书画家，阿维拄着道亲，我叫好他爱写书法，给送给他。我甲问讲，阿你要写啥物事？厚德载物，足济人爱写诗，但是爱知德要厚，你物才能够载。你的德啊高，不一定。安尼就亲像啥？一台迄个啥呢？拖拉机足大，会当载几啊吨的物件。啊，你若那个德不厚，德不好，你骑一台脚踏车，啊，上天要规落规拖拉机的物件，互你要送你，你也载袂起，载袂走。哦，所以人爱真正培养着真功实现。培养到咱的内德，所以爱真心诚意，无虚伪哦。对着忏悔，真心诚意；对待道亲，真心诚意；对待每一个人，拢都是用真诚的对待，不是虚伪。金银东家有作为，我们要真人当家。用你真正的真主人，哦，伫你的肉体，伫你这个肉体的处，来顾好些，哦，安尼就有一番的作为。唔通讲咱的身躯内底秘两个人，莫讲这个主人被赶出去，另外一个无形的代敌侵占着你的身躯，哪会得真正过花？咱有看到做者神经病诶，为什么神经病？为什么那个人会发疯？因为他没有主人当家。我哈今天哦，伫大陆时阵啊，那伫香港，算香港哦。那么有一边啊，伫店个，有一个道亲啊，带着一个少年啊来求道，啊，首先就听讲。
这个少年人的这边吼，啊，咧打篮球啊，拍篮球，下晡时拍拍咧，伊逐日嘛拢咧拍篮球。但是有一天哦，篮球拍拍回来了后，哇，失常，精神失常，因是大人会非常的呐烦恼。迄一个囡仔，篮球拍了后，规个眼神拢变，言语嘛变，精神拢变。规身躯都痛苦的，哇！即卖应该离阮阿查原因啊，因为迄个篮球场吼附近哦，有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啥、迄、那个人咧告别式的地方，告别式的所在，可能哦比较无形的看到，所以一个道亲呢，甲道内要求道，看会当求道了后，会当安怎？会当破天。哇！你敢知影带来求道时，那些少年人如何安怎？伊也坐咧，拍断咱的桌咧，拍伫餐桌。你敢知影伊的精神无好，足痛苦的。即马开始求道的时阵啊，哇！伫迄个办桌过程中间，你敢知影迄个少年的跪咧时阵，哦，把手压出来，就变安尼，你敢知影？变安尼是啥？吹。念足大声，砰砰砰砰！迄个时阵啊，哦，足大声的时阵，咱的上海的人惊到，两个昏倒，惊一个怎知影？撞入去迄落昏倒的寝室。你办桌呢？惊一个呢？上海的撞入去寝室的，哦，惊到半胆。我见佮出来，佮出来，你办桌你撞入去，啊、哦，哦，别上班，哦。你嘛搬搬搬，哦，求道了后，讲三宝，哦，安尼，如何？诶，迄、那个情形无遐唔对，哦，虽然讲咱食了阁无啥偌偌青菜哦，但是呢，有改变，有变。那么求道了后，等伊，因是偌人阁传来佛堂，诶，人好势好势。正常咯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是大人非常的感恩，所以你甲看，哦，咱求道迄个属性，哦，所以呢，咱真人当家，唔通修假个，我迄个无形的甲你侵占你身躯，你家己要顾好势，哦。阿弥陀佛，好势，接来佛堂啦！度人救人，回向天公立德。有当时啊，六万多年来，冤亲债主，伊甲咱找几冬啊，找几百年的呢？哦，有一天叫找着哦，迄个时阵啊，人咧来算账。有当时啊，袂赴。所以，哦，咱。真心忏悔，因为你忏悔就是改进，你忏悔就是改进，你一直在改进，一直在改善。你有改善，你会知影要做，安尼你就会当打拼精进，功德回向，你当赎罪啊！上天慈悲，诸佛菩萨慈悲，看你遐尔啊诚心，伊会当伊会当甲你帮忙。虽然。善佛交代咱一句话，伊讲呢，一个人上大的错误，就是唔知影心里家己的愚蠢；一个人上大的过，得过在唔知影家己的犯过；一个人上大的罪，在无惊家己的造罪。你叫做无知，无知无知上恐怖。咱。伊迄个能够烤猪肉无？啊、哦，烤猪肉，弄用火炭有无？啊、哦，即嘛烤猪肉烤完了之后，迄、那个火炭放伫边啊，慢慢啊，伊啊，互伊凉，互伊软，无火烧。但是呢，一个囡仔，那你烤，你烤猪肉的时阵哦，迄火足硬，迄火炭是啥物色的？
但是要劝我念，望你啊，迄、那个花团表面啥物色的？乌色的甲白白，有诶白白啦，有诶变乌的，但是囡仔无知啊，伊毋知影，伊伸手去甲摕，甲骂一下，你敢知影？伊当作迄好耍，你敢知影？挨白叫无，碰一个安尼，规个手拢破破，迄叫做啥？毋知影讲，伊个动作是危险个。咱人常惊讲，你有过失，你毋知影，毋知影。有当时啊吼，我惨，你打着咯，你做着咯，已经后悔莫及啦。所以社会一直咧甲咱叮咛，咱其实拢嘛曾经甲咱祝福。如果妄念失掉成道，咱的妄念如果若失去了调伏，会变成毒。哦，妄念变成毒，所以咱讲三毒，贪嗔痴啊，迄就是毒，迄就是咱的妄念。所以不定爱怎，爱调，调通调同款。起心无邪功夫，什么是真功夫？咱的起心动念、无邪念，你拢是正念、正见、正思维，这就是真正的功夫。因为会当予咱行向正道，行向正路，悔改恶是恶罪业，咱爱真正悔改，悔过改进，咱的恶习。咱的罪业，忏尽那般过错，咱爱从咱那般多年来做过错，该忏掉，该除掉。那安尼，咱就会当安怎，向咱赎，赎罪，赎去咱的过失，洗刷内外错事，洗刷我们内外的错事。咱做唔到代志。有外口的做唔到代志，行为的唔到代志，啊，甲咱内心的一种的错的代志，因为咱内心所想的，有当时啊，迄、那个妄念生出来，邪念生出来，生出来时阵就是有罪，就是过，所以咱时时刻刻爱去注意。洗刷就好像洗衣服同款，只要清气，日后换新面目。就讲咱日后呢，咱会当换新的面目，会当安怎果决修道终始，会当又细又精。对着修道，爱安怎爱有坚决的心，精进绝对爱定读功夫。就是讲呢，咱。会当有精进的心、坚定的心，来堵起着咱的旁骛之心。旁骛之心就是讲马虎啦，无要无紧啦，分心啦，无专心一致，用地修道办道，谨防淘汰临阵，咱来谨慎来防止，防止啥？咱的人性唔通被淘汰，怕为残留。安尼就无彩咧收咯，唔通为做江苏，唔通有诶吼，伫咱诶道场扮演诶重要角色，要不然因为咱个人诶力量无正确，所以喏，我能够天堂有路无法度去，地甲无门，你甲走落第十九站，安尼真正着足遗憾诶代志。所以呢，爱非常的谨慎，世界积极慎独，咱呢爱时时刻刻对着世界，情况以上，世界时时藏在咱的心头，时时积极，爱很积极。有当时啊吼，咱有来拢无积极，大人救人。爱积极，
就是讲咱咧趁钱共款，若讲要趁钱上班，拢走海鲜啊！哦，啊，若要叫你行功立地哦，救人度人、开封布政哦，你讲哦，拢讲黑啦，怪啊黑啦，哦，无时间的啦，哦，袂晓啦，无法度啦，哦，人老啊啦，也袂创啊位置啦，理由一大堆啦，哦，拢无要无见啊！咱唔知影啥物叫做道，无还不用钱，但是安怎？盛世不还，凡事更烦呐、啊。现世无差别，凡事如烦。只要你凡事要如意，万事如意，你得加点啊做寡盛世。哦，不一定嘛。咱人你得若有够，啥物代志都万事如意。有当时啊，无闲。咱的身份，你甲你做；咱会拄着贵人，认真修，认真学，哦，唔通惊啦，唔通惊讲哦，哎呦，哦，安尼哦，完全的投入，哦，以后行，哦，啊，散架啦，哦，啊，无钱啦，哦，会安怎？会记哩？先父刚才讲一句话，行尽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道不无人，唯有修道别耽误人。先父在让咱考虑，哦，所以咱最起码嘛爱半信半愿，唔通哦，拢阿凡事，拢未去想着圣事啊。哪会当吼？是爱重信轻烦，哦，重信轻烦，重信事烦业放一边。所以咱过去的前辈者吼，佛法真正足钦佩，你敢知？咱话到吼，咱迄个元旦主啊，佛法听你讲，你较早伊做人才，较早吼人才足少呢，上下咧呢，哦。见若要办桌，拢去对呢。后像真，若要排着做人才吼，排半冬都排袂着，因为真吼人才太济。哦，但是迄过去时代吼，迄落点来输，我要办桌，联络吼拢联络差不多一队的人才，爱人才嘛好天眼啊。所以咱迄个干官厝吼，过去咧做饼，做大饼，哦。啊！即卖咧做大饼，做到一半呢，点乱收电话卡来呢，较早嘛无电话，听讲骑脚踏车咧联络，哦，讲即要办桌啊，哇，惨啊！啊，饼做一半，哦，啊免怎，性事重要，哦，即卖去办桌办办转来了后，哇，惨啊！遐个饼吼，拢袂好保值，袂价值啦，哦。咱一般人的迄个心态讲，我安尼，哦，啊为着要做圣书，啊了钱了解，哦，迄本钱爱了解呢，了解呢。但是呢，咱的前辈者，伊袂喏，袂因为安尼，就来改变心情，哦，愈坚强，愈打拼。哦，安尼呢，所以呢，咱就是爱学习，哦，来，忏悔是主动积极发现不足的情形，哦，那一定代志甲你讲，确定的认知，咱是罪人的身份，无人介意将污臭食物继续放在伫咱的餐桌上，是什么意思？哦。当然，拄只无法有讲，咱爱认有家己是罪人，认为就是罪，自己有罪。即使你没有罪，你也要忏悔，你也要保持那种习惯。一边啊，
一定在人林段，一定在人林段，一定在人南做派的，哦。那么呢，啊，就比较中途的时阵啊，一定在人呢有一个动作，将这个面巾摕起来，向着土脚打落。迄个时阵啊，问咱当场的兄弟姊妹。院长大人问讲，请问各位，这条面巾是啥物人弹落？迄个时阵啊，所有的听众，所有的乡亲啊，异口同声，很大声的说：“院长大人，明明的院长大人啊，哦，院长大人，我现大家拢有看啊，院长大人，你将迄个面巾弹伫涂骹。”那个属性啊，这个时阵啊，院长大人又问第二遍，到底是啥物人担落？第二遍了后，差不多一半，我讲院长大人，哦，声音有较细声，院长大人啊，恁的到底，我讲到底，恁的心是硬啊硬，还是软的？哦。继续问第三遍，那拄啊弹毛巾的是啥物人弹落？全部的听众，侬讲啥？讲啥？啥物啊？奸人？唔是，我是天文师，哦，是家己，自己啦，哦，咱就是安怎？咱一做拢是安怎？无法度改，出一堆分别，分别心，哦，心硬啦。今仔日来忏悔，你心爱放软，心爱放软。无论讲你有做无做，你就是安怎？你就是爱认罪，哦。所以呢？但啊，不要将你那个腐臭的食物永远放在桌上。就是讲，你莫将你垃圾臭的物件放伫你的心里，哎，马上安怎？哎，移除，把它除掉。哦，所以咱慢慢哩，一做个错，咱看会到未？咱定咧讲六万多年来最高处，咱看会到，看未到。但是呢，咱即世感受会到未？会。就是因果的报应落在咱的身躯，哦，你敢知影？有当时啊，做摊主，身为摊主，无代无志，一支脚断去。那么无代无志，脚断，等你脚断去手术，挂病医挂几啊个月，静养几啊个月。有当时啊，咱的心念，咱的理念若无正确，会安怎？开始怨天尤人，政府都无咧照顾，做大主呢无简单呢，哦，亲口受信呢。为道夫咧拍拼咧，先我先拢无咧甲咱保庇，哦，各位，咱拢无往家己的内心，去真真正正用迄个柔软的心去忏悔家己，拢咧安怎，拢咧积极办，一切拢有因，才有果，哦，有当时啊。先去甲你保庇，唔知呢？甲你大事化小呢？小事化无呢？有当时啊，爱失去性命，上天予你安尼啊，重业轻烦呢，重业轻刑啊，予你安尼，脚断去安尼，无予你性命无去呢？你真正爱足感恩就对了，哦，所以呢？今年的最高潮
看会清楚未？差不多会啦，应该是会清楚啦。李威吼，你吼是植物人啦，看白层块还倒啦，倒几冬啦。哦，那一个吼神经正常的吼，拢差不多拢足清楚。哦，所以啊，神经有正常无正常，家己当做试验。各位，咱今日试验看咱有神经无？神经病无？我伫网络内底有听一个报道，阮伫台中吼，有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去访问当地一个精神院的院长。我请问吼，院长啊，啊，恁敢知影？迄落恁的病患吼，迄落神经病院的病患，住伫恁的迄个所在吼。啊，你敢知影讲，即个精神病的病患吼，啊是正常无？你敢知道？哦，伊迄个院长吼，伊甲迄个主持人讲，这足简单啦、啊，哦，你着安尼，迄、那个浴缸，咱存有浴缸无？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无？浴缸，你甲捞足侪水，然后吼。边啊，放一个面盆啊，然后搁放一支喷丝啊，哦，安尼叫迄个精神病的人来叫伊安怎呢？叫你将迄个浴缸内底的水卡落呾，处理落呾，你要想啥物办法卡落呾，互伊较紧呾呢？迄、那个主持人讲，哈哈哈！迄个我吼，一个脸盆啊，啊一个汤匙啊，那精神正常的人会选择啥？用脸盆啊，卡较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？哦，这个时阵啊，那个院长啊，甲这个主持人讲，无怪啊。近大部分的人要够精神病，啊、哦，那较正常吼，正常的人是安怎？对，从迄个浴缸内底迄个管，都拔起来吼，不，马上就闹掉了，哦，正常的人是，请问咱各位有正常吗？大家拢足正常，哦，因为来到家忏悔拢足正常。时间比较紧，人讲哦，好憨哦，准备一罐药是足大罐，发药是得足大罐，但是安怎，人啊开罐啊哩，哦，进进刚啊差不多吼，第二粒药啊哩，但是吼、哦，相信在座各位啦，药啊唔免食伤济啦，两粒都有有效啦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啊好憨哦，啊佮憨慢的吼，哦。啊！要从这个工地安尼，会当报告安尼，真正来讲，最后的结论，哦，安尼真正在所发欠，在所不足，所以呢，啊，多多包涵，哦，啊，讲了无好的所在，啊，祈求啊，全人慈悲，各位点灯师啊，指教，啊，咱在座各位，然后哈，啊，多多包涵，最后祝咱今仔日啊，会个圆满。新的员工满足注意都不用带，谢谢。